吃完你刚敲了我，那受伤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敲了你的？我求你不能给人家噶。刚进的炒菜开的太快了，从旁边敲我这，忙敲多了呗。可能哎，那旁边都炒菜啊，主任啊，忘记了。是你话的了。上牛毛，那手上还不得命。上牛，上牛是我的。不能打手机了，对吧？这肯定的。2017年4月的一天，泰州市海陵区城乡结合部的一个路口发生了一起车辆剐蹭事件。我把你穿了的啊！我穿了，那是因为我上月就完。你不给你穿了的，那上月是上月不都多久就完的？你咋的？你跟我马上上了山，人民路就完开，你看那个手哎，都怎么了？他是人民私人。哦，到私人路啊，这。公安马上带去。好好。哎，你不要说。我们上人民上那个私人路去啊。好，我们都去玩的。对。那样的是蛮痛苦的样的，这个腿子才像跑得拽拽的，这个手掌捂了哈，就手疼出的，是这样的。原来是王师傅驾驶的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刚刚剐蹭到了一辆折叠自行车。对对对，你把它穿好的就拿去开着，我们不能穿了的。哎呀，不能穿了，拿去开着，给它拆的修的没值钱，所以这个车上碰了屁股的开一下玻璃就脱了。他那时候撞到我，一开始我也没注意，然后他正好拐弯的时候正好跟我前面一撞，然后正好就倒下来了，跟我一撞我，然后那时候我在叫他，他一开始没那个，然后我叫他了，他车子停下来，然后就下来了。王师傅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因为会开电动三轮车，有的时候会帮朋友送货，赚点零用钱。这天，王师傅就是在帮朋友送货时出了事。王师傅出事的地点在城乡结合部，平时这里的车并不多。王师傅对这里十分熟悉，在开车时他没有看后视镜，也没有发现在自己车的附近有一辆自行车，就连如何撞上的王师傅都不清楚。所以当这名男子要求去医院的时候，王师傅是一直在犹豫。但是我就不能去给人家，没有撞了的，不能给人家撞了的。十几分钟过去了，路上的车辆以及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这条平日里车辆并不多的路变得有些拥堵了。在一番协商下，王师傅答应将男子送往医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年轻男子离奇骨折，一个手摸着这个腿的疼，这个手就放在这个地方，就是手也疼，是这样的。层出不穷的疑点，难以印证的真相。我儿子给我打电话给他的，他搞好了之类，他都钱给了他，他人也都没有了，就走了，就跑掉了，走得很急。玄机究竟藏在何处？奇怪的车祸，一线正在播出。看着伤势严重的男子，王师傅让伤者坐上他的电动三轮车，火速赶往临近的医院。我说腿还有手疼吗？他一直给钱给我去医院，我要你钱干嘛？我没有。然后就是叫他带我上医院看一下。他爬车的，他上车的，叫我送他去看，我就把他开到医院去看了。到达医院后，受伤男子说自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要找一个朋友过来陪他一起看病。王师傅同意了。他说我不要穿了，你光在那处理，是这样子的。在等受伤男子朋友的时候，王师傅跟男子先去挂了号。医院人不多，挂号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在刚挂完号时，受伤男子朋友进来了。当时在这个缺水的地方打电话叫人过来了，叫个人过来，我们到医院大概10分钟的时候，他那个人就过来了。
挂完号之后，由于男子疼痛难忍，医生便建议先去 CT 室拍 X 光片，确定受伤的具体位置。这个小指中间这边有骨折线，这个中间指骨是有骨折的，但这个位置呢对的呢还可以，基本上呢在对在这个线的位置上，所以说他这个治疗也可以保守治疗，不一定说非得手术。当然手术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打一根钢针。 X 光片显示的骨折位置让王师傅感到一丝奇怪。在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受伤男子用手扶着受伤的手的位置好像与实际受伤位置有些出入。一个手摸着这个腿的疼，这个手就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手也疼，是这样的。根据医生的说法，手指骨折在交通事故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伤者直接或者间接的碰撞都有可能骨折。关键是碰了以后，人要是倒在地上，这个作用力要是在这个手指头上还有手上，会引起这个骨折。面对眼前无法伪造的 X 光片，尽管王师傅心存疑惑，但是受伤男子手指骨折显然是个不争的事实。医生说的，带到本院去了市人日看，住院要一个礼拜，做小手术，大概要5-6千块钱。受伤男子的朋友听完这个费用以后，把王师傅叫了出去。我朋友就然后意思就是说，手段来看。该怎么弄嘛，意思就是说看赔点钱还是怎么弄，就跟人家谈嘛。受伤男子这时的表情十分痛苦，但对于医生提出在本院治疗的建议，他却一口回绝了。他跟我商量，另外一个人是他姐夫的朋友，他跟我说的，说的他有农保，我们回家看嘛，他可以报一点，这医生都是有5-6千块钱，叫我给我输了之后，叫我替他8千块钱，某个事情就解决掉。他医生的误工费啊、阴阳费啊，他要8千块钱。王师傅把男子送医院之前，本以为只是小车祸，几百元就能解决这个事情，没想到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钱。面对昂贵的治疗费用和男子朋友提出的各种赔偿费，王师傅慌了神。我没有工作。我身子不好，有扭了症，我没有工作。王师傅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问题，钱肯定是要赔的，但是赔偿给伤者多少，生活困难的王师傅也做不了主。我是到了医院里看的时候，我把儿子叫过来的。王师傅儿子来了后，四人在医院的候诊室一起协商，但几次协商都以失败告终。就那个他姐夫的朋友，就那个出事的那个阿，他姐夫的朋友，一直对他毒打抽动的。王师傅儿子见伤者并没有说话，一直与他商量的是伤者朋友，于是把他叫出去准备单独谈谈。看了8千块钱这个样子，你看怎么样？8千块钱能少一点啊？家里经济情况也不算太好啊，父亲也是低保户啊，我们工作的收入不是很高。那怎么办？那我问一下他，看一下他怎么说？稍微少一点也好，少一点也不能太少啊，对吧？那你先问一下他吧。2000块钱，最多1000吧，行不行？你看一下能不能这个样子，7000块钱。那行吧，你先问他同不同意吧。嗯，好。他一个打电话没来接我，怎么处理的？打了好多电话。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王师傅儿子与伤者朋友回来了。我儿子说的，给他7000块钱，给他是补偿那个损害费的7000块钱。王师傅儿子虽然身上没有这么多现金，但是看着好不容易谈下来的价钱，他立即去医院门口取了7000元现金给伤者，并让他们写好收据。我儿子给我打电话给他的，我的儿子好了，说的他都钱给了他，他人影都没有了，就走了，就跑了，走得很急，是很急。我儿子说的，他的三辆皮牛，整个儿子跟说的。受伤的男子写好收据后，王师傅的儿子也觉得事情蹊跷，于是让受伤男子留下了电话号码。
事情到此算是告一段落。回到家后，王师傅的家人像商量好一样，都没有再提起车祸的事情。家人的有意回避让王师傅更加内疚，也让他对当天的车祸更感疑惑。于是王师傅拿起了手机，想给受伤的男子打个电话，但是电话接通后，对方却告诉王师傅打错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自己把电话号码记错了吗？思来想去，王师傅觉得这整个事情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但是呢，又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对。带着种种怀疑，王师傅决定报警。一场不可思议的事故，瞒天过海，假戏真做。断裂的手指究竟何处暗藏玄机？奇怪的车祸，一线正在播出。经过王师傅的讲述后，海陵分局刑警大队和城北派出所的民警一起赶往了案发现场进行勘查。当时意见是有分歧的，一可能认为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另一方面呢认为是一个诈骗，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当天驾驶的车辆勘查了一下，然后把当时现场我们也去现场勘查了一下，车辆看完以后呢，并没有有这种交通事故所留下的这种擦痕。民警在现场并没有找到跟案件有关的线索，王师傅的车也并没有剐蹭痕迹，但单凭这些还不能确定这是一起碰瓷案件。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也觉得人家是手指骨折了，这个东西你也看到 是撞了，周围还有他也反映到周围有群众说他撞了人，这我们就也对这个东西也有点怀疑。如果要想尽快搞清真相，就必须找到伤者，但是伤者的电话已经不能作为找到他的线索，民警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调查。打了一个收条，签名就是伤者叫杨洋，就是之前在医院挂号的这个名字杨洋，管小子的名字，他名字叫杨洋。民警立即查找这个名叫杨洋的男子，但是光是泰州就有几百个叫杨洋的人。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在我们那个公安网上面进行了个把这个年龄段大概在25岁到30岁之间，最后把这名字输上去，再查了一下，这个名叫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全国太多。关于那两名男子的任何信息，民警与王师傅都无从得知。王师傅只得再次回忆当天事发的经过，他想起了一个细节。在医院的时候，据王师傅反映，对方好像是拿手机想报警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他有这个报警的情况现象，他才想赶快把这个事情给了了，赔偿四了结束。如果伤者的朋友打过110报警系统，那么警方就能通过报警来电查找到他们的电话号码。对方说拨打的是110，王师傅并没有看号码是多少，只是和对方通话的。通过这个情况以后，我们也根据我们110，我们也进行了确认，当天时间有没有人拨打110。这就让王师傅感到疑惑了，因为他对当天报警的情形记得很清楚，当时是伤者的朋友抢先拿起手机拨打110，王师傅还通过这部手机和民警进行过通话。如果公了的话，可能要把你去抓起来，要去坐牢；私了的话，可能赔个一点钱，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但是想，这当时主要是想还个混啊，这个还个不要再弄好。电话里工作人员所说的这一番话，王师傅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王师傅十分清楚事故发生的原因。更让他感到忐忑的是，他的三轮车没有购买保险，这也是他选择私了赔偿的主要原因。但王师傅说到当时接警员的性别时，办案民警感到了蹊跷。我们110报警台大部分的这种接警员啊，大部分都是女性，很少有男性同时去接警的。这也就表明，男子在医院拨打的电话并不是110报警电话，而与王师傅沟通并劝其私了的男子应该也不是警察，
办案民警立刻意识到这一切有可能是精心策划伪装后的骗局。我们就怀疑可能是一起诈骗案件，不是简单的一起交通事故了。第二天，办案民警来到王师傅和伤者看病的医院，对当时医生进行询问。虽然办案民警已经基本能够确定这起交通事故是一起人为的诈骗案件，然而伤者的手指是否骨折仍然是困扰民警的最大疑问。这个照出来是骨折，那确定就是骨折，不可能说通过其他的，也就是说他去照的时候骨头是断的。根据医生的说法，拍 X 光片时他也在场，受伤男子不可能在此作假，提前准备好，也就是说小拇指骨折的确发生了，但是医生也向民警提到伤者受伤的部位似乎有些异常。骨折它有它的专有体征呢，一个就是反常活动，像手上面呢一般就是看上去手指头好像歪了，或者说肿得明显，不能活动，不能活动主要是。看的可能是这个小伙子捂的是左手，但后来到了医院以后呢，去拍片子的时候，说拍的是右手。但是由于 X 光片上清晰的骨折断端是无法伪造，医生虽然有疑惑，但是并没有深究，但这却给办案的民警带来一丝启发。这个我们也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一个是当时是否是当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所留下的伤，还是在交通事故之前已经形成的伤，而通过这种伤来找一个替罪羊，也就是所谓的王师傅这种人。伤者小拇指上的骨折会不会在事故发生前就形成了呢？只要有一定时间的，但这个骨折经过两个礼拜左右，只要它位置对着，它自己骨头它会生长。医生告诉民警，在短时间内手指骨折无法愈合，新旧骨折的痕迹在 X 光片上是难以分辨的，至少要超过两周的时间才能够识别出来，也就是说在骨折的两三周内进行诊断，得到的结论可能是相同的。因为从 X 光片里面只能看到这个手确实骨折了，但是他这个伤属于陈旧伤还是什么伤，他这个从片子上他是看不出来，医生也没有办法来判断。这时王师傅说出了当天在医院受伤男子除了骨折还有腿部的一处伤，但是当时给男子上药的护士却觉得有点奇怪。最假的就是说这个膝盖上这个普罗皮黄连的口袋，为了口袋不会任何人数你口袋就不会在黄连口袋里。王师傅所说的更加印证了民警的判断，摆在眼前的很可能就是一场有预谋的碰瓷诈骗案。海陵分局与城北派出所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然后我们就通过路面监控来还原当时案发的现场。我们在那个现场那边路口有个监控，我们公安的监控。果然，民警在案发路段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了王师傅的车。王师傅当时，驾驶一辆蓝绿色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他的车速并不快，而我们从监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刚过这个十字路口，后面紧跟着一辆黑色的别克凯越汽车，小汽车。这辆绿色的电动三轮车就是受害人王师傅开的一辆车。你看，他现在已经路过了这个路口，慢慢地向那个羊角口方向走。就看到嫌疑人的车辆，向王师傅的那个方向过去了。看到这辆黑车，王师傅突然想起一件事。案发当天，王师傅驾驶着电动三轮车向前行驶时，前方始终有一辆黑色小轿车，好像故意挡住他的去路一样。弄清楚，我心里还想：喂，这个人怎么，这个车这台开啊？那么农村的黄连黄就，我们是当时咋不，我们不晓得他这样。刚刚步入春天的南方城市虽然气温不算很高，但上午十点左右由于太阳照射车内不透风就会十分闷热。王师傅开的电动三轮车驾驶座空间狭小，他又着急给人送货，一辆黑色小轿车一直缓慢地行驶在前面，这让他有些着急了。是有点着急，
我因为电动车太慢了，你要看他走这都可以啊，但是他一过热的前期没开，不让我进去往前面开。见周围没有其他车辆，王师傅决定从旁边车道超车。就在王师傅刚要加速的时候，小轿车突然开启转向灯，并将车头扭转，刚好挡住超车路段，王师傅只好减速。不由于我超到他前面去。一连几次都是如此，足足两分钟的时间，王师傅都未能超车，这让他更加不耐烦了。他决定加快速度从旁边超车，就当他车头稍微移动了一下，前面黑色轿车便停下来了。当时我开了大概有两百多米的时候，到了那个杨桥口那个岗亭的岗亭，岗亭不到30米的地方，他就来到我前面停下来了。他说你撞人了。当时我觉得啊，不可能啊，我们不能撞人啊。他说你看后面一个人，车子窗外呢，腿都瘸了。这个受伤的人呢，表演这个演技是很好的，躺在地上，这个就发出那种正儿八经被撞伤那种感觉，啊，这里疼那里疼，嘴里还有那种声音出来，就被撞的疼的声音。王师傅从车上下来，便看到一名男子坐在地上，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等我当时头条向北看的，那个人人大概有150米的地方，是一个人，只因为盘歪了，这个他轮子歪了。而这名男子之前也出现在了监控视频中，在小汽车的旁边，有一位年轻的男子飞快地骑着一辆自行车紧跟在后面，向王师傅的那个方向过去。而在医院大门的监控中，也发现了受伤男子与他在医院陪他看病的朋友一同上了这辆黑色汽车。就看到他那个坐骨折脱的那个人也出了车子上，出了同一个车子上。这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了他的车牌号码。此刻要想找到诈骗团伙，只能从这辆黑色轿车入手。很快民警发现这是租车公司的车辆，民警找来老板对他进行询问。一开始办案人员和老板的聊天很长，但是当民警让老板拿出黑色轿车的租车合同时，老板却变得支支吾吾。既然是正常的租车，老板为什么要刻意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对租车人的信息一概不知呢？在接下来的询问中，老板终于说出了实情。精心伪装的事故，难以识破的苦肉计，专门寻找那些年纪大的骑三轮车的。警方又将如何挖掘真相？奇怪的车祸，一线继续播出。租车店的老板说，自己跟租车的男子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所以在租车时他省掉了很多手续。朋友介绍过来的，基本上就是看个驾驶证，搞个复印件。不过租车店老板确实不知道那个男子的详细身份信息，只有一本驾照的复印件以及对方的转账记录。民警查看转账记录时发现了一些疑点。但是看的时候，我看到他这个消息上面有一个，我在那边苦钱，我就说你给我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我就发现上面有这个，就是这个对方发给他的手指骨折，还有一些说这个一些话，说是敲手。老板与租车人的聊天内容，再加上嫌疑人放在这里的驾驶执照复印件，正在办案的民警似乎想到了什么。当时我们觉得老板可疑，我们就把老板传唤到了那个当地的公安局，然后通过我们的审查，老板把整个这个租车人，包括租车的用途，都跟我们如实交代。民警立即找到了驾照的主人，是一个关系人，
是中间的一个关系人。实际上呢，车子租完以后呢，并不是这个人来开，是另外交流另外人来开。眼看事情已经败露的租车店老板，这个时候很配合办案民警，还帮忙找出了这辆黑色轿车现在的位置。老板也把这个 GPS 也提供给我们看，看了之后，这段时间在案发的时候，这个车子就在台州。后来这个通过这个我们去的时候出差的那天的轨迹的话，他已经去了苏南了，去了苏州。出发前，民警对诈骗团伙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这个团伙至少由四人组成，除了骑车碰瓷与在医院的朋友之外，案发当天阻止王师傅超车的小轿车司机和从车上下来的白衣男子也是嫌疑人。通过这个受害人反映的跟我们监控看到的，一个是驾驶员一个，还有副驾驶座的一个，那两个人并不是在医院里面那个谈判的一个人，也不是那个实施碰瓷的那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像我们当时在这个案发之后，我们通过跟老人啊监控看过之后，因为基本上确定有四个嫌疑人。民警根据租车老板提供的位置，很快找到了黑色轿车停靠的地点。我们通过视频侦查以后，发现他们落在苏州的某一个地方。民警决定兵分两路，一组办案人员在黑色轿车所在的位置进行蹲守，另一组民警对周边的酒店展开调查。我们查了一下两个人的这个住宿轨迹。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在这期间并没有任何人靠近这辆黑色轿车，而调查酒店的办案人员也没有查找到任何线索。但是在苏州那边就没有这个住宿轨迹了，就自从案发之后他们的身份证也没有住宿轨迹了。但是据这个租车老板反映，这些人身上都会带了好几个身份证，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都是捡的这些身份证。因为车子一直不在动，哎，我们也防止是不是我们打草惊蛇了，我们就通过老板，因为老板这个时候已经被我们采取了强制措施，我们就让老板跟对方联系一下，车子为什么不动，有没有出去动，有没有出去做事。老板打完电话没过多久，就有几名男子靠近黑色轿车，民警在这时将他们抓获。哎，别等，我手就收的。哪弄事？哪贴儿哪？不是，过来马贴儿去，这边洗手了。贴儿洗手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回事啊？不要说话啊！没下来呢。在这辆黑色小轿车的后备箱里，民警发现了一辆折叠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与王师傅描述的自行车相符。办案人员当天便把这几名犯罪嫌疑人带回了泰州进行审讯。面对大量的证据，这几名嫌疑人交代了作案的全部过程。东西都扔到装里面。你帮我拿一下吧。我知道。他们准备很简单，一呢就是有一个受伤的人，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二呢，有一辆自行车，这个自行车正常是放在后备箱。然后开车子在路上找的时候，找到对象以后了，他会找一个地方把车子停下来，然后受伤这个人去骑自行车，想办法与这个人，就是被这个被害人发生这种所谓假的这种碰撞，然后这个期间等发生碰撞以后了，轿车直接上去一拦。至此，这起碰瓷诈骗案件终于告破，但是案件中许多疑点始终困扰着警方，这个团伙是如何做到屡屡得手的呢？正常人发生交通事故肯定是紧张激动，还有一个害怕，怕对方有事，都想把事情处理掉，那嫌疑人抓了就这种心态。还有一个就是冒充打110的方式来吓受害人，让他更想私了。原来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的分工十分明确，
他们首先找到一处没有监控的偏僻路段，随后下车，将早已准备好的折叠自行车拿出来，由一名嫌疑人寻找目标。驾驶员是驾驶员，杨洋他这种碰瓷的骑自行车的，他们称称为运动员。然后专门寻找那些年纪大的骑三轮车的，因为三轮车开得比较快嘛，电动三轮车比较快。只要找到目标，他们就会一直对目标进行跟踪。然后他们选定好目标以后呢，然后专门冒充受伤的这个人呢，就是骨折的这个人，他会骑一辆自行车下去，然后主动发生交通事故，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碰撞，而是故意倒地。当骑自行车的嫌疑人追赶不上电动三轮车时，一旁的黑色轿车就会有意阻拦三轮车前进方向。他从这边在让老头在这个时候，他的注意力在轿车上，他不可能想到边上有个人，对不对？他从边拐小孩撞到了，撞到小孩了吗？黑色轿车上的嫌疑人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所谓的剐蹭发生后，如果三轮车司机想要逃离，便会上前拦截。我拦了下，拦了下呢，应该三轮车他想超车，我们速度很慢，三轮车他不耐烦，他一定要超我们这个车，对不对？他在外面超的时候呢，我们不让他超，我们故意让一点位置把他这里面超，对不对？他在这里面超的时候，我们往里面稍微再靠一点，他还要再靠，他在路边再靠一点，好，那就靠上他了。之后他们就会提出让三轮车司机带骑自行车的嫌疑人去医院。这个时候三轮车司机已经无意中钻进了嫌疑人精心策划的骗局中。就是他去了，然后到医院正常，就因为正常嘛，就是碰了以后肯定到医院看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刘远27岁，在团伙中负责扮演伤者。他在网吧打游戏时认识了一群朋友，这些朋友就是后来他们团伙中的成员。这人就是骨折敲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自己找人帮忙砸的嘛。也不是说专业的工具，它就是一个毛巾，还有一个竹片，还有个小锤吧。因为它毛巾不裹的话，你手一敲的话，它那个皮会敲，就是敲破了。事成之后，刘远会分到一半的赔偿款，而另一半就由其他作案人平均分配。一几年进行一次分账，如果说一天做过一两起的话，那么可能在一天以后，这一天晚上收工以后了进行分账，他们直接分现金，每个人分多少，每个人分多少。由于一段时间后伤者的骨折就会慢慢愈合，所以这个团伙便在伤者骨折没有愈合期间疯狂作案。骨折应该是很疼很疼的，不能动的，这个手如果真的骨折，它是碰都不能碰，是很疼的。那你不疼啊？疼啊！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这个交通事故，还是人家撞你，还是你撞人家，这种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你由交警队来进行处理。虽然案件成功告破了，但是背后隐藏的问题不由得引起深思。因为这种碰瓷儿诈骗的手段太过逼真，所以很多受害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被骗了，也没有及时的报警，这样就会让警方错失最佳的破案时机，也会助长碰瓷儿团伙的嚣张气焰。在这里警方提醒大家，在开车时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及时报警，让警方来处理，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种碰瓷儿情况的发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